主料土豆200克，辅料辣椒、油、葱、盐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将土豆去皮洗净切成条状，葱洗净切成段，切好的土豆放在水里泡一下，洗掉淀粉，锅里放油，油热后放入红辣椒爆香，再放入土豆丝，放些盐，翻炒出香味，加入葱段，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切好的土豆丝要多洗几遍，彻底的洗掉淀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